他说有个人鱼妹子亲了他一口，呵呵。真正的魅力是什么？真正的魅力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虽然年龄只有18岁，但是这玩意儿怎么下去啊？你按意见，等会你先别下，我在捡东西啊。你不早说。好在小夫害我命丧黄泉，终于我也找到了机会。小夫，我来救你。请翼龙咬他，请翼龙咬他。放心吧，交给我了。正好给翼龙升级，掉头掉头。哎，打得到，上身。怎么上身？是不是按右键？小夫在河对岸驯服鲨鱼人，让我们过去支援一波。我带上了祖传的30根麻醉剑，要拿下那只鲨鱼肯定是问题还是蛮大的。哎哎，别过来别过来，哎哎哎哎哎哎，我又不是说你。哎呀，好男儿岂能贪生怕死，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又来了，刚刚到达河对面，就听到小夫在吹嘘他自己的魅力。他说有个人鱼妹子亲了他一口，呵呵。真正的魅力是什么？真正的魅力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虽然年龄只有18岁，但是丰富的经历和生活的积淀却让我这个看起来不谙世事的小伙子身上散发出一种陈年美酒的韵味。没错，我确实很多天没洗澡了。我不希望你们仅仅看到我帅气的外表，我希望你们用心去感受我的内在。感受感受，感受到了吗？没有，我们走了。你呢？走了。还好还有一个，你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感受到了？你怎么不说话？你说话呀。什么？我刚睡着了。你给我注意点啊。关我什么事？然后我终于看到了鲨鱼人，看上去他们好像很不友善的样子，还好他们跑得慢。哎，人马大哥，那两只鱼说你长得好丑。谁敢说我丑啊？啊？哎呀哎呀呀呀，媳妇儿来救我。这只雄性人马一下就召唤出了两只雌性人马，两个媳妇儿。你的地位可真高啊。哎哎哎，这么快就来找我了，溜了溜了。对，没错，就是他们，就是这两只鲨鱼杀死了你们的丈夫，射死他们，我会为你们加油的。给你们放首背景音乐。最后我终于让他们人马三个夫妻团聚了。哎哎哎，这个鲨鱼有点飘了啊！明知道跑不过我还来追我，我又不会跟你们打。这鲨鱼啊，就是一介莽夫，光有武力没有智商。对不起，打扰了。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背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吃。